白冰冰啊，鸡鸭当归，哎呦哎。如果你在美国真的很想家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怎么样？就要来到台湾。一起追嘛，就我们像你像新婚的。这叫长腿菇吗？我要写海参菇哎、欸，神钩啦，神钩。台湾叫山茼蒿，这边叫莴苣。干嘛？他上面写小茼蒿哎。要怎么分葱跟蒜？一个就是葱，一个就是蒜了。所以呢，火锅汤底呢一定要什么菜头，菜头，然后番茄跟南瓜，还有玉米，这样汤就会很甜。火锅毁掉。对。鸡鸭当归，哎呦哎。这个啦，台湾炒米粉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在煮大便吗？怎么那么臭？你知道他们问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应该就是 Slutty God。手臂很壮啊。对，我刺绣练的。Food is ready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键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这样的飞行生活，还有美国日常，记得去订阅我的 Instagram 哦。工作人员，我手很……来！我堂堂一个八万订阅的 YouTuber， 却要在你们两个工作人员来跟我一起拍影片，鼻音今天有点重啊。对，哦对，干嘛？刚哭过吗？又感冒了。今天晚上啊，其实我就要请朋友来我们家吃饭，刚好这两位工作人员呢，一直叫你们工作人员可以吗 ？It's OK， 可以啊。毕竟你们没有八万订阅了，只能工作人员的份、啊。请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，我们今天要吃火锅，顺便带大家来看，如果在美国的亚洲超市可以买到多少的台湾的产品。Costco 卖那个阿瑟干面， okay. 但是如果你是去一般的美国超市，几乎看不到台湾的食品啦。如果你在美国真的很想家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怎么样？就要来到台湾。台湾那个钱，你可以把整间店都买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来到亚洲超市。今天我们要去的那个超市呢，它在芝加哥算新开，没有很久。然后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逛过最干净的亚洲超市，它里面非常的大，然后又干净。它的一楼呢有很多餐厅，二楼它的超市里面有一些美食街，你可以在那边吃一些简单的食物。对，那我们就去看吧 ，Go！我要让两位工作人员知道我在芝加哥多红，顺便慰劳一下你们就是辛苦的人来陪我买菜。先买饮料，先请你们喝。之前我被认出来的那个店员好像不在，在吗？对，所以我不请你们喝了，我不请你们喝，你们等下提出钱。请看 VCR。先买饮料，先请你们喝。它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奶盖吗？对，好像是奶盖吗？我身后这两位呢？完全没有来过这间超市，你们是不是也要买菜？我要买菜。你要买台湾味吗？对，台湾味。想要买什么？买一些台湾的调味酱之类的，什么蒜蓉酱啊，还有什么油葱酥之类的。哦，好台哦。现在为您介绍的就是八八亚洲市场。今天为您介绍的左手边这一区呢，就是伴手礼的部分。这是台湾的吧？这是真的吗？这是台湾的啊。这是什么？桃。好，没事，这是苏江的。苏江的江苏啦。哦，江苏江苏，你完蛋了。苏州江苏。这是繁体字啊。圣香针。对啊。圣香针什么？脆皮酥吗？圣香针哎，14块，14块，这样算贵吗？贵。一起追嘛。就我们像很像新婚的。庄你在哪里？庄你在哪？红杏出墙。这两位都是有夫妻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已婚。晚上想要吃什么？金针菇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对，这一包多少钱？为什么是明天见？从哪里见？
明天进去，这边进去之后，他明天就会从这边圆冒出来。可能是今天晚上，以你的速度应该是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，因为我消化很快。杏鲍菇3.35，我觉得算蛮便宜的吧。我其实你们在台湾有买菜吗？有，我会买菜。你在台湾买菜？会啊，我在台湾从来不买菜的。台北人，台北人都不买菜。台北在台北从来不买菜，但是我在美国会买菜，所以美国我只要去任何一家超市，它的那个价位我都是可以比得出来的。那这个杏鲍菇是贵的，这个我觉得算便宜，3.35。像那个 H Mart， 在那个 downtown 那一间 H Mart 就超贵的，亚洲超市那间就是很贵。这叫长腿菇吗？我写海鲜菇哎，海鲜菇，鲜菇啦，鲜菇。火锅煮什么菜啊？白菜吗？大白菜，或者是党哦，党哦，党哦，台湾叫山茼蒿，这边叫莴苣，有吗？他上面写小茼蒿哎，我睁眼说瞎话，文学造诣很低。我觉得美国的高丽菜都非常难吃，对，你吃过台湾的高丽菜之后，又甜又脆，对，因为台湾是高山的高丽菜非常好吃，美国非常难吃。那我们就买小白菜。可以。想请问一下 John， 要怎么分葱跟蒜？一个就是葱，一个就是蒜的。马上答错。葱比较细，然后蒜的根部比较粗一点。是看绿色的部分，一个是扁的，一个是圆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应该是吧？你确定是葱还是蒜？这是葱啊，上面有写啊，文盲吗？敢呛我，敢呛我。认不出来也要认得字吧？对，刚才讲葱头的，这边叫莴苣。好丑哦，蒙夹蒙夹啦，这已经算是选到最漂亮的。跟谁一样漂亮？跟我一样。你们也要买的菜就自己放进来就好了，但是不会帮你付钱的。啊 ，Daddy 没有要帮我付钱吗？这一集没有业配啦，这一集是自己出钱的。这个啦，响铃卷。哦，响铃好吃。台湾人可能比较少吃到这个叫响铃卷，它就是。卷炸，有讲跟没讲一样。炸过的豆皮，但是它没有像我们台湾吃的豆皮这么厚，它比较薄一点。沾过一下汤就。对对对，5秒就可以，三秒就可以起来了。一路上看到蛮少台湾的东西，就是生鲜吃比较少。今天其实只有5个人而已。每一次我只要在家里面办煮火锅，每一次买都会超过，然后剩很多料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不要太疯狂。其实啊，我个人很不喜欢吃火锅，很不喜欢吃火锅料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不健康，所以我买火锅料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买蔬菜或是肉而已，其他我都不太会买。豆皮算是极限，火锅的汤底啦，汤很重要。没有，因为辣的那一边的话，就直接买那个火锅调味包嘛。哦。但是清汤，我都喜欢自己煮。你都自己煮，好贤惠哦。所以呢，火锅汤底呢一定要什么菜头，菜头，然后番茄跟南瓜，还有玉米，这样汤就会很甜，跟我一样甜。这个可以。他刚刚干嘛？你要整才可以吧？又吃。路径要逼掉，要逼掉。有丝瓜台湾丝瓜。哦，来这个你可以。这个太粗了。手机，你们会在火锅放芋头的人吗？我本身是爱吃芋头的人，但是芋头放到火锅这一件事情，我没办法接受。我也不行。我们可以，我敢吃甜的，但是放火锅就是不行。火锅毁掉，对，怎么会？所以你越煮越浓稠啊，越好喝。没有让你这样，我只能把芋头留到最后的时候，然后下去煮，然后因为煮了就汤就会灼掉嘛，所以只能留到最后，然后最后煮烂的时候加砂糖吃，超好吃。但是今天还也没有买。满满的 John， 满满的 John， 今晚想要什么 John？完全忘记这边是亚洲超市，大家都听得懂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肉，肥牛，牛肩，牛肩，有牛肩。那我们就一盒牛肩，一盒羊肉，4盒肉应该够了吧？有猪血，有鸭血吗？但是美国的鸭血非常难吃，就很硬，你不敢。对，跟台湾的那个火锅店他们卤好的完全不一样。
请告诉我今天你想要梦是梦。好听，放回去吧，谢谢谢谢。有龙虾，有螃蟹跟龙虾，感觉很新鲜。弟弟，我想要吃真蟹大。我是不是讲过这一集没有业配？我们的 budget 有限 ，OK。大陆的有那种专门拍吃播的那个美食，要不要拍我？大陆很多拍那个吃播的那个 YouTuber， 他们就会把这个象牙棒剪掉，然后在下巴就整个喷水抓住，你知道吗？再一个说这是他的屁眼，真是啦。妇科前几名是妇洁吗？居然知道妇洁是什么东西？妇洁，妇洁，永和豆浆，谁的？你说两天的分量吗？这个应该有一个礼拜的分量。这边台湾严选，台湾制造，台湾制造，上面都写繁体字。马玉山是台湾的，对不对？很难见，很难得。台中，你家要不要回家？这也是台中，回家回家。这一区很多啦，这一区很多台湾的，这是从小吃到大的，这个加热超好喝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有喝过热的吗？这个热的很好喝，但是不能拿罐子去微波，因为它会爆炸，会爆炸。怎么没有八宝粥啊？我们常吃的是哪个牌子啊？泰山的。那为什么长得不一样？它没有那个原版。它这边有泰山的黑糖八宝粥。你们有看阿汉那个吗？苹果西达的西达，没有。你们没有看那一集？这个嘛，感觉吃火锅就是要喝黑松沙士。这边有那个日本的茶，是基本款吧？对。是 CC Lemon 没有吧 ？CC Lemon， 耶 ！CC Lemon， 粽子都有在卖耶。粽子，冷冻的粽子，冷冻的粽子。榴莲你敢吃吗？不敢，我也不敢吃。小美耶。对啊，小美就是笑话里面常常出现那个小美吗？这好难笑哦，真的。完了，受不了，芋头吗？遇到爱，遇到爱。我今天遇到爱，就本身是芋头控。他芋头控的屁，但是不敢放在，但是不能放在火锅里面。的眼神锁定我，却怕咬一口这苹果，全是从你的爱生活。我觉得练腿，刚刚腿有点蹲不下去。那个周杰伦的那一个很好吃，周杰伦的那一个很好吃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这个我那天有买，手抓饼，白冰冰啊。鸡鸭当归，一个，这个很好吃。好。哦，鱼豆腐的，这个好吃。你要把它放去哪里？你要走去哪里？这个台湾人可能比较不熟悉，但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亚洲店，对，里面都会一罐。这个叫什么？士拉茶。哦，中文叫士拉茶。真的？是啊，真的耶，士拉茶。因为它英文叫做 sriracha， 不管是越南菜啊、泰国菜啊，或者是中式的菜、日本菜，都会有一罐这一个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这个啊，什么？青叶好吃面筋，这个是什么？哪位啊？你要是爱加菜哦。大帽黑瓜，年纪的部分。沙茶酱，沙茶酱，我们家其实有一罐，但是可能是两年前买的，你觉得可以用吗？可以。酱都放很久。不要跟 Johnny 讲，因为 Johnny 对任何东西过期，你知道过期一天两天，不管什么东西。酱料啊，泡面啊，过期一两天，连泡面都对，我就觉得那本来就已经是坏掉的东西，不是坏掉，因为我们大家就不能跟他讲说那个沙茶酱已经过期，因为他就不会用。要买那个啦，火锅的那个辣包。我从台湾有带回来，所以不用买。我想起来了，哦耶！台湾的凝聚，放了几天？放了几年？两年。这是台湾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很多，大部分看到的台湾东西都是味全的，就是艺美还是味全之前有闹事啊？味全。
先卖来美国，完全没有台湾的泡面呢。因为台湾，你说什么？台湾的泡面都越来越衰落了。台湾味全哦，统一以前哦，统一。但是这边我完全看不到台湾的泡面，全部都是日本的或是韩国的，不然就大陆的。这个啦，台湾炒米粉，我觉得可以耶。炒米粉、老婆米粉，这个我愿意买，买买看。因为你知道，你要在美国吃到米粉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对，台湾的，买9.9元，贵哦，自爆一次，靠，好贵哦。我炒面粉吃完会炒米粉。螺蛳粉，我来美国很爱的。哎呀，你吃？听说这个之前台湾的 YouTuber 他们有做实测，他们说第一次吃最好吃。我留给台湾朋友，他的另一半是美国人，然后有一次我那个朋友在家里面煮这个螺蛳粉，然后我朋友的另一半他就问他说。你在煮大便吗？怎么那么臭？你看上面写加臭加的，加臭。阿令，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。谁抱着一觉醒来有人陪？那感冒了。我在网络上有面，对，我在淘网络上订不到，之前都断货，所以我只是要买两盒。哇，台湾做的吗？对，这个多少钱一盒？7块，7块，很便宜耶，很难买。对，很少看到有面。对，哎，你们有试过这个吗？海底捞的火锅，它是会加热的那个火锅。哦，这加热直接煮。对，你就是直接它自己会加热，不用微波炉。不用，它里面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理可以让它自己加热。对，它里面写说水都不用加，它自己会生水。哦，我知道它可以加热。它下面有一块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它就是我不是科学家，干嘛介绍？你用个屁啊！就买就对了，就问我那么多。我都是台南关庙面，啊，你明明台中人在那边。关庙面是怎样啊？吃起来差在哪？它会很像台湾这种阳春面的感觉。之前飞中国的时候，然后常常吃他们这边什么过桥米线啊，或是酸辣粉这些东西，是在台湾比较少吃到。但是我去那边吃，觉得一鸣惊人，是一鸣惊人吗？惊为吃起来就是惊为天人，爱上过桥米线跟酸辣粉、桂林米粉。你会煮吗？不会，买了再说。台南人不是都很嫌弃台北人做的锅烧意面吗？对，这边哪里有台南人？没有。零食区呢，就是因为本人是一个不吃零食的人，我就是不会买零食。你是塞别人吃零食，而且你自己不吃零食。我会买零食，然后叫我只想吃一口而已，其他东西我就叫别人帮我把它吃掉。委屈。瓦烙也有哎、欸。瓦烙。小时候我很抗拒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老人吃的食物。那你现在会吃的怎么办？我长大就会吃，因为我年纪到了。方君雅小妹妹，她现在应该有20岁了吧？45，一个老阿姨。方君雅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吃哎、欸。好了，那我累了，我们去结账吧。结账可以吗？可以。等一下还要回去备料煮火锅。你知道浪味仙英文名字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浪味仙，那我猜，应该就是 slutty god， 很浪啊，发浪的浪。对，好像很。然后仙就是slutty fairy。哦，可以slutty fairy。好了，我要公布答案。好，公布答案，叫做 lonely god。为什么啊？不知道为什么浪味仙的英文名字叫。他很寂寞吗？对啊，他很寂寞。那我把你买回来，让你不寂寞。要不要猜今天花了多少钱？应该我猜，我觉得185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要不要赶快放上来？工作人员呢？怎么变成这样啊？我什么啊？他猜230。肯定不用啊。170。剩下的给我。230减掉这个。都是 tips， 都是 tips。我猜185。我猜170。不要。都不要，都不用吗？不要，那多了你输，那多你在撩人吧，150啊，不到应该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就是150。哦，那我最对。好了，153块，帮忙。太重的人就出钱。今天的买菜行动成功。会不会很烂？你觉得这间超市怎么样？算干净的吧？很干净的。以后还会来吗？不会，因为你们没有车。对，你来我就来。而且离你们家很远，现在就要回家，然后准备煮火锅。煮火锅，然后呢？等一下煮火锅部分，我就会放空，会交给他们两个去煮备。Okay. 就是说我回来，我就没有要做事情了。
辛苦你了，家政妇，主修家政，手臂很壮了。对，我刺绣练的。最好吃就可以。从台湾带回来的宁记麻辣火锅锅底，这一锅呢是我昨天煮鸡胸肉的水，可以拿来当汤底。混，我混锅混锅，辣汤包 spicy， 看只有一包而已。OK， 要全部吗？我觉得可以。Like how spicy you guys eat? Very spicy. You do? Ooh, spicy. All right, let's just do the whole package. Food is ready. 这个是我们的 sauce 的 station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打开小铃铛。我去吃饭了，拜拜。我要讲什么？工作人员无害吧？摄影师耐心哎，可以。现在卡一颗在这，先把它吃掉。哇，好甜蜜哦！我跟这个。车，工作人员开点呢？对，态度恶劣。酱料女王，酱料女王。哎，酱。一双哎，一啊。哦，这边是酱料哎，我的粉丝们来。酱料还没 get 到哎。酱料。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。谁的菊花？白冰冰要不要买？白冰冰，白冰冰一升，白冰冰两升。OK， 白冰冰不要。这是阿令没错吧？对，太小确认一下。好，我错了。阿令，盖过它。臭豆腐，臭豆腐什么？是该放弃，还是该装起？好啦，我们今天什么？今天的亚洲叫什么？超市，你可以先想。亚超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